很多人都说这只流浪猫会经济独立型拉屎，肯定是以前蹲马桶练出来的。于是好奇的我就想看看它是不是真的会蹲马桶。首先给它喂一堆好吃的，吃饱后就跟我一起关在厕所等它拉臭。但是熏了半个小时它都没有死意，正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，它突然就跳上去拉屎了。我的天，原来它真的是会用马桶的呀。我还真的是第一次亲眼看见会用马桶拉臭的猫啊。不对，那你之前干嘛浪费我的猫砂，你直接在马桶里面拉就好啦。你看它马步扎得非常的稳，好像很有经验的样子。哇，要是全部猫都学会了，岂不是猫砂都不用买了？想得美。难怪它从来都不会买屎，原来是以前有管家帮它冲马桶。快给老娘冲厕所。大鲤子鱼杯杯烂梦的6块，大鲤子鱼呆愣愣肚皮朝上的5块，大鲤子鱼没有气儿的3块。